这个绝对是一个大宝贝，刚才又来了一份，来吧。呀哈比比，我是你们的好兄弟老王，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川渝的火锅又麻又辣，也知道宁夏的羊肉也挺有名的。那如果把宁夏的羊肉放到川渝的火锅锅里面拿出来吃，是不是无敌呀？我听说在银川开了好多家好多家重庆的火锅，咱们今天去找一家看看，味的价格感觉怎么样？你们看家人们，以前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多外国人来的，沙特的、越南的、迪拜的，哪里都有。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就卖中国的产品，然后发到自己的国家去。我呢这个时候给他们做翻译。你们看这个地方漂不漂亮？这个都是6年前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呀哈比比，给我点赞了没有？爱你。小姐姐好，你们好。呀哈比比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你们吃饭了没？吃完了。好。可以。谢。感谢有你们，真的，太感谢。欢迎你来宁夏。感谢。谢。呀哈比比，哇塞！终于见到。来。今天缘分。好事。哇。哎呀，真的我也是好想见你，真的。你回来待多久？就看情况吧。一会儿我会给你送个大西瓜。来吧，来，我去挂个号。你们好。你挂个号。Hello， 小姐姐好。你好。你拿着。来，茄子。好，谢谢你，感谢。Later。好了没？哇塞，你们可，我也删你们，真的，我也删你们。我呀，好秘密。你好，你好，韭菜好吧？我们可以韭菜。那我先去吃好吃的。好。点锅吗？对，我要点菜。微辣、中辣、特辣。我来一个微辣，咱们先尝尝。一个人吗？我一个人。那你就是来个手切牛肉，一个手切羊肉，一个色面肚，这个我估计都够吃。意思这个时候。再多我估计还有四个。一个这个。干汤肚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水果生日。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不想出来吗？不要。祝你生日快乐。谢谢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想出来？你这么漂亮。我社恐。社恐没事，我社牛。哎呀，谢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？明白。等会儿这个蛋糕咱俩一起吃。好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，我得记住啊，这是我们特色。太感谢，哇塞！姐姐，那个有没有甜品？你喜欢这个不？不要。我想给你送点东西，好不好？来，我想让你吃的时候就能记得我这个叔叔，好不好？谢了，客气，谢谢你。谢。好的，刚才太热情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是谁了。现在这个记住啊，摊牌了没？特别软糯。对，安排。我们把这个先安排了，再不顾着。太感谢。有一点黑啊，家人们，咱们上设备。你把火开了。哎呀，非常漂亮，看味道怎么样？呀哈比比，你好哥，你好。你来呀。哎呀，太感谢我。感谢。吃好喝好。感谢。手切牛肉。哎呦啊，这个感觉很不错。你们可以看一下味道怎么样。感谢。这个是羊肉，家人们，鸡爪。来吧。哎。哇，老王真的好久没吃火锅了。来吧，咱们今天好好发挥，好好体验。把那个鸡爪直接过滤到家人们。家人们，这个什么部位能出来这样的美味？真的，你们看这个肉中间也有很多那种小小的那种肥肉，瘦肉百分之很多，然后呢瘦肉百分之少，吃起来在嘴里面都真的，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爽快。好了，咱们试一下这个，加点芝麻酱那种口感怎么样？哎呀，姐姐，我再来一份这个牛肉是吧？对。好的。哇塞，这个牛肉太好吃了。哇塞，羊肉怎么没有肥肉？咱们看一下，羊肉也很快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很快好了，新鲜的羊腿肉啊，可以，新鲜的羊腿肉。哎呀，到碗里选。
我在家嘛，我们平时吃火锅吃的都是那种羊肉卷，我第一次吃羊腿切的肉，一口满足，真的，这个绝对是一个大宝贝，刚才又来了一份，来吧，这个我好喜欢，怎么办？太没了，再见再见，拜拜，好好好。牛肉这个味道，家人们，我好像我是个十级首富，然后每一家送一份，真的很好吃。这个你们吃过吗，哥？这个味道太厉害了，很香，真的很香。这个肉太好吃了，咱们哥米饭来一口。哇，刚才有一个，米打了个车去我的肺里。你们好，哈比比，你们好。粉丝过来给你拍个照，很荣幸，太荣幸了。你也看，呀哈比比，我了个去，怎么越来越大了这个东西？是。啊，妹妹，谢谢你了，漂亮的，客气，谢谢你的水水，祝你们一家越来越好，真的，谢谢。这个是这边的特色，家人们，这个做的真的是跟川渝样子还特别像，咱们看一下味道呀，像面条一样。妹妹的来不想跑呢，小哥，毛肚肚呀，毛肚肚，有我在，你不怕孤独。哇塞，这个毛肚感觉带点肥的，就吃起来不柴，很快就可以下去。朋友好，兄弟好，哥们儿又好又好的意思，好像他是唯一的一个中东国家像中国的问子一样有那么多意思。对，呀哈比比，咱们吃点鸡爪。这个记住啊，家人们，把这个锅里面的辣还有麻吸得密密密密白白白的，都啥样了。甜品有没有？就有那个甜的东西。来四份啊。不，安排好了，你安排四份，谢谢。能把重庆的火锅带到宁夏，能做成这样的，真的不容易。老王进来，好久没有吃火锅噻。然后回到宁夏银川，这么多人，老王就抱着我，爱着我，还给我拍照的，特别幸福，特别幸福。哇，这个是叫什么名字？芒果冰浆，干得漂亮。谢谢老王，客气。姐，我吃饱饱的了，你把这个给我打包一下，太感谢。最近在评论区，我看好多人在说老王不好，其实
你们不要听别人说的，每天都在想办法努力给大家带来一些小快乐。我天天拍视频，就把我的人生中我的所有的时间就放在拍视频下面，每天一样，我没有时间去做会事，真的家人们。我看有人说老王专门去拍不清真的馆子，他一点点不讲究，好多人说的很难听，我希望大家不要说老王的。有人说老王在中国他来挣中国人的钱，我真的到现在没有这么赚钱。我欲望很简单，爸爸妈妈来身边，我们一家人不用再经历苦难，我们一家人简简单单的在一起好好的吃一顿饭。我们一家人到现在，我们一家人有好久好久没有吃一顿饭，你知道不？真的好久好久，我到现在没有赚什么钱，我真的没有赚什么钱。我们看一下我们花了多少钱。我们在哪里买单？走走走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这个里面能不能给我赌一下？我卖了个啥？你买了个红汤锅底，点了一个鲜切牛肉，鲜切牛肉两份。嗯，买完了以后又点了一份鸡爪，鲜切羊肉蛋炒饭。这个蛋炒饭不是老板给我送的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有什么东西？毛肚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还有那个四粉，四粉并没有，我送。啊呀，就大概是180，家人们。那我走了，祝你们越来越好。好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家人们，今天的菜品、服务还有品质，麻度、辣度非常爽，还有热情。每一个朋友来给我拍照的时候，老婆就那种特别像一家人一样。感谢有你们，今天老王花了180，差一毛钱。你们觉得贵还便宜？爱你们，祝你们平安，祝你们快乐。我们明天再见。